我妈妈最好的那个嫁妆就是那个进口的比较大的风琴。彰化高商退休教师石美莎是台湾民主运动前辈石习勋医师的长女。石美莎生长于相对优渥的家庭，原本应该过着安逸平稳的生活，却因为父亲的政治参与而变得崎岖颠簸。你敢会记得你刮厝刮几届？哦，刮足济届。这当中，就是因为人家一直找机会要抓我爸爸。他完全没有提到他过去的年轻时代的事，因为对我们来讲就遥远了嘛。我是后来他因为那个彰化人杂志出版啊，还有那个黄溪一老人啊，那边从那边我才知道他日本时代参与文化协会的事情。一本来是在台北一专，然后蒋渭水他们有文化协会嘛，他就参与啊。那时候他很年轻，他刚才毕业而已啊，然后因遐文化协会大概分嘛，分所在啊。啊，我爸爸自告奋勇讲，我来高雄，我就是旗津那里开业啦。嘿，啊，一方面伊是不想回到家了，家里因为伊有一个未婚妻嘛，啊，迄个人要逼伊结婚呐，啊，刚好他就参与这个文化协会各种的吼请愿啊，什么什么，啊，都遇到那个自警事件呐，啊，被抓嘛，伊就抓去关啊，抓去两三个月啊。置景事件之后，石习勋除了在彰化自行开业，信生楼成为日治时期文协相关人士在彰化的聚集地。这就是老家了，我出生的地方。后来盖这287啊，这290几号，反正三间呐、啊。嗯。聚集这里是那科诊所。那、后来为什么会摆成信生，我就搞不清楚。我们三个孩子都在这里出生的，我阿公在这里开中药店啊，我爸爸五个兄弟也都在这边的，所以我小学一年级都是从这边后面出门，不然你如果要去民生国小，你要洗一大圈啊，那边就是民生路啊，再洗到。1945年，国民政府接收台湾，石习勋筹组国民党彰化市党部，并担任官派第一届彰化市长。这个家就是有没有这个门？嘿，那个就是县政府的县长在住的公馆。我们爸爸说，那是我们买大的。然而，市长只当了一年，连官邸都没有搬进去。石习勋最终因看不惯组织内部的贪污腐化，辞去市长职务。228事件后，退出国民党，专心医师工作。1949年，五弟石习纯的贸易货轮失踪，作为保证人的石习勋只好将信生楼这个文化协会的重要聚集地与其他家产变卖清偿，一家人也暂时迁往洞角。那我爸爸是负担最重，一个敢保证，所以为什么我那个老家整个被人家荒卖？石习勋四处借钱还债，过程中当局疑似一直想逮捕他，至今原因不明。这个大弟弟啊，在美国那个石秋阳破病了，好像是伤寒还是什么伤寒病啊，所以讲惊死去啊，较紧哦，叫人跟我爸爸讲，中间有遇到有人去告密，说我爸爸回来，啊，怎样都过来我外妈家，都跟爸爸带去啊。那后来他找不出有什么可以让他起诉或什么，就给他放回来了。石习勋遭羁押97天，事后家属申请白色恐怖受难者补偿时，才发现政府单位根本没有这笔资料，石习勋的户籍还被秘密迁出。
彰化的房子被卖掉还债，又对国民政府感到失望，石溪勋决定搬到台中重新开业，远离彰化。那个时候王定安老师每次去啊，有时候也带彰化的人来啊，在那里聊啊，聊彰化的事啊，所以后来就鼓励他说啊，搬回彰化啦，这样子。王登岸是石溪勋的好友，曾出版《黄溪老人》，记录了石溪勋重要的民主路程。应该在前面还有一条巷子吧？哎，这里啦，这里，这边啦，我还在找到哪里去？哎，好散。啊！我讲找无路啦，我讲佫人朝伊隔壁条啦。哎呦，足嗨！王老师太太。嗯。啊，即摆下早时啦，七点，头前你来遐问到。王老师，七点下早时，还袂吃哩，啊，着人来叫问，你王老师好啦。嗯。啊，伊若选举的时阵哦，拢袂艰苦，哦，身体拢真健康，拢袂艰苦。啊，迄个国民党派来两个。下到时一个下晡是一个老的，一个少年的。啊，若选举要到，就拢当作讲，家己来。在王登岸与其他彰化老友鼓舞下，石溪勋开始以民主手段冲撞政府。只要彰化有选举，必定出马参选。上尾一届是省议员，迄届吼，根本的票数已经超过了，已经当选了呢。那连广播电台，那时候还没有电视，广播电台都已经发表出来了啊！附近的人马上赶快放鞭炮了，然后电台转了静下来，就开始把票又降低了，你知道吗？因都用做票呀、啊，就这样子啊，他内部快点做票，然后就说错误，又把你降下来。从1954年开始。14年来参选4次，也落选4次。石溪勋曾因选举导致经济窘迫。笨啊！我也这样感觉。人嘛拢甲我讲，你爸足戆的，你明明都做票做干嘞，那会掉？你戆戆要搁个要搁个选啊？但是吼，我们后来发现说，有些人就跟我爸爸说，不过你若无吼，趁着这个竞选去发表的话，很多老百姓根本都唔知咱的不公不义的事情啊。所以因就变作讲，借着那个竞选。来发表吼，把不公不义的事情告诉老百姓。我像迄种的安尼两楼安尼迄种的词。哎呀，就是我记得是2层楼安尼。才没有多久啊，开业才1-2个月啊，啊，他就是刚好扛棒也吊上去了。所以就来叫说是要去看病啊。1968年，石溪勋第5次宣布参选，由青年党提名参选彰化县长。没想到诊所挂牌才1个月不到，石溪勋就莫名其妙被失踪。有一天早上就，然后一台计程车来跟我爸爸说，老人看病安尼啊，跟我妈妈感觉奇怪，全叫阮的护士吼。把爸爸提的那个包包啊，要往进的包，跟着去，家仔跟着去，要不然不知道载到哪里去都不知道。那个，我爸爸甲讲，这不是要看病人，你等于甲先生娘讲，这是调查局了，他才回来家，我妈妈才知道，说原来是进去的是调查局，啊，当惨嘛，啊，后来过无几日，伊就甲你通知啊，说他牵涉到。这个严家的这个问题啊，知悔不报。我妈妈讲，伊这政治案件啊，这不是迄啰普通的啦。石溪勋入狱11个月后，在妻子张庆美奔走下，1968年终获保外就医，但医师资格被吊销，诊所无法再开业，
同年选举，国民党没有对手，候选人顺利当选。义工美沙接信之，租处很困难，租金也很贵，不要租算了，照现在宿舍住就可以，我不一定要彰化居住，朋友一年一年貂蝉。我自实习勋保外就医后，调查局三番两次叨扰，无论人在高雄或是回到彰化都如影随形，儿子女儿也成为控制实习勋的把柄。爸爸那时候在高雄，有时候也身体不好啊，怎么样，底下嘛是足寂寞，伊喺伫大厦一楼啊，规日敢那咧看册啦。因头讲啊，你多九一叔转来伫中华来，伊八月出生嘛吼，八月二号还是三号啊？伊讲啊来中华，啊讲来带伫我啊，七月初的来啊，安尼来甲做生日，咱来准备。啊，因头讲讲要甲阮爸做生日，敢嘴讲尔。哦，迄调查局的水都消息通到阮学校去啊，吼、哦，啊团咧。找阮校长，你最好叫你爸爸不要住彰化，回到高雄去。伊讲，你知道吗？调查局人拿一个录音机放在桌上，问我爱怎么办呢？啊，他哦，搞啊偷人情呢，讲你看，你家里发生是什么？你看我都没有去问你哦，啊，国家还对你这么好哦，意思就是讲，让你教书，佫无改，无让你有代志哦。他这样，所以哦，你还是叫你爸爸哦，回到高雄去，然后。他回去之后，我才请工友把聘书拿去给你。我就回去跟我爸爸说啊，算了，咱那一个个人哦，甲国家哦啊，抵挡不了了，算了，海里无头了，蛮麻烦了。我要搁找一个教书也很难了。我爸说买了，咱等下高雄，高雄找遐多好过日啦。我爸爸有事看就好的人。我想说，这是大概我这一生。最后一次了，会能够让你们把我父亲的这些啊过去的历史这样子片段把它记录下来，不太有可能再做第二次的，我是在想，所以我真的要感谢上帝了哈，让我在晚年当中还能够为父亲做这样的一件事情。